阿娇庄心彤、赖宏国20号在香港补办婚宴，众多亲朋好友到场祝贺，一起参与这感动的瞬间。赖宏国一身笔挺黑西装，阿娇则是气质白纱露酥胸，根本美到逆天啦。而他们在现场也不禁被大家追问这件事。我们就静待两人的好消息啦。除此之外，大家也想知道两人的婚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桥段呢、啊？谁知道赖宏国竟然偷耍小浪漫。看来阿娇真的可以好好期待啦。其实在这先前，婚礼会场也曝光花系列的装饰，搭配上唯美的婚纱照，根本是让人梦寐以求的梦幻花园，光有看的就让人想昏头了啦，真的是好羡慕啊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